粉丝给的是这个阿卡斯基，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我还是非洲，这怎么还得自己拼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媳妇儿，这个帮我拼一下呗。孩子谁看？我看，我看。这样吧，拼完你给我买个包呗。要不这样，这个视频点赞过万，我给你买一个包。包肯定省了。来，咱们看看成品，这是弹药，皮筋从头挂到尾。这要卡住，好了，我大概挂了十几颗啊。这还有单连发模式，先试试单发，还能拉栓。我觉得皮筋这种，我，啊，靠，真的假的？再试试连发模式，这手工皮的还能有连发模式？我这，我这。粉丝给了这个，这个没什么特别，就是能转。哎，等会儿你们看它怎么两个扳机呀？这个是，哎，还能这样？来，小软蛋，换面，给它摔的。哎，它这个地方是广，这居然还能拿下来上弹、啊，这不无主之地吗？走，咱们测试一下性能，随便来一下。这么准？